对、哦，所以我要去买奴隶吗？我们会升，那你可以先来领钱，然后去买技能。好，可以领50块。推荐一个技能是资源型技能，有一个叫做幸运，它可以让你挖矿的几率上升。好的。对，就是更容易去挖出铁，更容易挖出黄金这样子。更容易挖出钻石。它的那个分布是没有限几率的，对，只要你是挖石头就可以。OK。对，所以就是很简单，好不好？无脑挖。无脑娃娃，遇水稿就是最高的，对不对？对，没错。好，有那个可以去领五十块啊，领五十块是不是？好，对，尤里可以领50，然后跟那个图书馆管理员，他有技能书，然后买资源型哦、喔，资源型技能，资源型的，我想要当工资源，资源可以先来赚大钱，发大财，我们很重要，发大财、哦，我们国家有钱才能国家贫困啊。赚啊，这个可以无限用是不是？就是 CD， 嗯，使用完 CD、哦、对 CD 啊，你买那个书，你可以先点开啦，它里面就有很多的技能。那我们就先学那个幸运啊，我学完之后呢，它学完之后它会变成一个绿色的书，的那就是一个技能，再吃掉，有吧？身上有一个绿色的书，有理有哎、欸，没错，啊，只要对它。手上拿着它，点右键就会去使用，然后你在那一段时间内就是 lucky lucky。第三天的时候，你的注意四周有没有爆炸声？现在安全啦，所以不用管会不会爆炸。前十分钟都是安全。哎、欸，对，哎哎哎哎哎，哔、欸，吹哨吹哨，和平和平。哔哔，闭嘴啦！闭嘴，刚刚讲闭嘴。说好的 peace， 说好的和平、啊，有人破坏、欸、和平协议啊？有人破坏和平协议？看我们是不要他们尊重啦、啊。好扯哦！哎、欸，哦，我怎么被踢出了？生气走人！怎么被踢出了？走心了！被炸死！走心！我走心波波哎，这个戏码演得很足呢。你怎么这么会走心？可以我们只许敌人的弱点。嗯，要小心哦、喔。我们这边最走心的就是Bobo哦，不要惹火他哦、喔。我跟你讲，脾气差得很。你惹火他，他借你东西你归还，他不会跟你说谢谢了。对啊，我会直接掉头就走。直接掉头就走。难怪我这边橡皮擦不见这么多个。嗯、他生气起来还一小时不跟你讲话，你们自己尊重哦、喔。姐姐，你可以去申请那个遇水稿了。你现在有。129块嘛，你可以去申请到最好的。我觉得你们误会他了，我觉得我富可敌国。不是，我觉得你刚刚有说要可以申遇水稿，现在还没有完成，要打屁股、哦。嗯，好色哎，还想打人家屁股。波波会打，波波会打。嗯，没有，我是喜欢被打。哦，他喜欢被打。对，真假的。他喜欢那个壮丁去打他，他怪怪的。2008万归零了，哇！哎、欸，我要变气了。我还是很七七。哦。然后姐姐，你可以买那个技能，便宜。多少钱可以买技能、啊？40块。你有40块？对，你有那个看到有一个 Tape 有钱，你就领50块，然后去买那个技能书。对，就钱太多。你钱太多，到时候可以放在我们身上，这点是没问题的。没 OK 吗？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口袋蛮大的，还好。欸、你有买吗？你有买吗？我不会掉下去啊！怎么买？来，玲有买技能的吗？玲还没有啊，去买了。来，我可以一起教。好，我你可以边挖边教，你人不用在那里做事，没有，因为我来做事，站在那个提款机前面，然后对他们会领钱，你尊重人家的智商。真的，抖 N B O B O， 赶快去 B O B O 抖 N， 然后这个 B O B O 抖 N， 快点，事件，来了，事件来了啦，谁是抖 N？ B O B O 是抖 N， 事件去完成，那怎么办？不用理他，他会自己去让自己受很多伤害。半道师，有一个技能，图书馆管理员去买那个技能书，先买告示牌还是点按钮？是抖 N 是？告示牌，点告示牌，右键会直接领钱。对，我是觉得我钱有点多啦，你们怎么看？你先可以升级那个装备，因为你现在都还是赤裸的，很变态。哎，
我喜欢不穿衣服怎么办？资源型的技能书，对，资源型，然后有一个叫做幸运，先学那个，那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因为之后其实都会很缺钱的，钱钱呐、啊，对不对？多多益善，永远不嫌多啊！你嫌多就放在我户头，我嫌啊，我缺我缺。760一百六啊，那个十是怎样？十就在混呢、啊，我就说我们 BOBO 是最 M 的人，你不要质疑他啊。好扯，他很开心呢、欸，我很开心。这么买这些，我要继续摔了。啊、升装备就像这个牌子，对啊，升装备也是跟升稿子在同样的地方。嗯，然后跟这个家伙买啊，不会到现在还在买吧？赶快去赚钱。大鼻子，你只要想到你要买东西，都找大鼻子的。对，买了，然后读书点他幸运，然后就继续去挖钱。嗯、好的。嗯。读书好，有有有有。可以读书是不是？啊，幽灵，对对对，点那个里面有幸运啊。对。啊，幽灵，你钱很多，你可以先去升装备，把你的装备跟武器都学一学。升装备是对直接扣款的，不用领出来。欸、这里这么多铁，为什么没有人要挖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哦，那个铁可以留着，你有幸运，对不对？你幸运之后，你开了幸运去挖铁，就是会有几率提升呢、啊，你就有更多的钱。哦，你是留给我是不是？你可以留给有幸运的人。对，哦，你有幸运，你有幸运，我们才愿意。对啊，我现在就是开着呗。哦，所以你幸运很高，OK。科技要怎么附魔上去啊？怎么附魔上去？就是一样那个村民那边有可以购买青金石，然后。在我们升级台旁边有那个附魔台，附魔台是固定的，那那边就可以附魔。哦哦，对，那如果你想要书柜三十等的附魔的话，一样是在村民那边直接可以买书柜，那你就可以去放。书柜怎么放？应该不用教吧？这是麦块基础的。在升级，哎、欸，我要升级，我升级装备吗？升级完之后呢？升级到满了，升级到满。满了。那就是武器啊， oh、yeah, 剑跟斧头。OK、嗯。会用。我好多钱。然后呢？那你那个升级台有一个叫做那个守卫，可以升个一两阶。OK、啊。守卫哦，对，然后还有那个保险柜、哦、啊，好，你很有钱呢、欸，嘿，赚钱了，富可敌国啊、哦、！OK， 我跟你讲，富可敌国，我跟你说，我们三江最后希望就是我啊，真的，啊、我一个那个肩膀很重啊。那请问那么两个人是不会赚钱吗？我的装备全部都升级完了，还是没有运气呢？是挖不到钻石，我找不到附魔台。右边升级台的隔壁那边有附魔台。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真的，哎，实力差距够大。哎、欸，在你升级装备之前，我已经升级完了。呛起来，呛起来哦！我其他东西都满了。但这边你们如果你们有看对话框，有看到那一级守卫、二级守卫、三级守卫啊，那加起来是300块啊。这边我铁站边幽里啊。那我这边是花更多钱啊，然后花更多钱做更多事情。哦，加油加油加油！幸运暴富 ，OK。对对对，这边就是附魔台啊。如果你30等的话，其实也可以弄30等附魔台去玩。哦，这边有观众在教我玩诶、欸，怎么这么好？他们说巧克力的肩膀太重了，帮你分担一点。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可以就去像，因为我们主要是挖矿会有蛮多的金那个等级啦，挖石头也有等级，对，那就可以去弄一些书柜去玩一玩。嗯，好，国王缺钱啊。哎、欸，我觉得我技能书运气有点好哎、欸，天哪，是在附魔，技能书不是附魔在。茄子怎么了？茄子，我需要钱，怎么用上去啊？是我炸弹客，我先问一下谁是炸弹客？爆炸了，我是我。茄子过来，茄子过来，茄子来。看这游戏很懂哎、欸，来，国王征召你的经济，真的是自我伤害的东西都在身上。对，我买书柜，你去领钱，领钱领给我。不是按告示牌，按按钮对不对？对对，狂按对。完了，老师在讲，没有在听哦，要罚写一下哦。哎，绿宝石 Q 出来。哎呦哎，他会一次全部丢出，很棒很棒。
哇，那赢赢了，赢一半了呢，一点都不会漏水哦。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会丢的，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哎、欸，我办到的啊。嗯，大概是天才吧。时候按书发动。对你书是技能书是绿色的、啊，那就是按右键就会自动都是右启用，对，都是右键，都是按右键。哎，是刚刚有哦，不好意思，不小心把你炸死了，好扯哦 ，biu biu， 炸队友呢，居然炸自己人，好夸张啊！我差点就要走到，我差点就要走到那个了。哦，原来书是这样用的、啊。对，技能书这样用的。绿色的书都是按钮。对啊，茄子，你要再努力多赚钱、哦，因为你还没升装备。嗯、啊，要加油。都在找书要怎么用。没事没事，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问。都可以直接说。哦，所以我是先把矿留着，然后再按书，是吗？对，幸运一波的时候，因为幸运会有十秒的 lucky time，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你挖就挖那些铁就更赚了。更多的铁，你有更多的铁。有幸运后就可以留铁跟金。哎，我现在都是有幸运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游戏就是太难了。那么厉害，你很幸运呢、欸。我到现在才挖到第二颗钻石。哦，我钻石我、啊、一次挖三颗，我跟你讲。啊、一次三颗，那以后都麻烦他帮我挖了，我们不动了。你再回头看，你还会有其他吗？啊、还有两颗吗？我现在就狂挖，好，我就坐在这了。哎呦，赚大钱，赚大钱！那因为如果你那个几等啦、啊，有李子。矿工哎，真的，我三十七。三十七，那你知道麦块附魔最大效益是几等吗？三十。对，那你现在在干嘛？我在赚钱了。三十等就可以去那个附魔、去搞附魔。我们附魔台是那个三十等了，已经弄好了。我是觉得你们有点、有点穷，对，我们要检讨，对不起，有点。有点苛刻啊、对不起，有李子大人，对不起，对不起。哎，赚钱还要被骂，哎。我们会再加油的。哎，我迷路。你迷路了？我在地底下迷路了。那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直往上。你要去看看，直直往上啊。我们这边条条大路通罗马。等下挖上去，发现是对面家怎么办？是倒是，那你也挖很远呢、欸。应该是不会啦。会、你笑起来、怎么这么好笑？啊，另外跟你们说，这个游戏呢倒了的话，你的东西会成为墓碑在你倒的地方。哦，真假的？对。那、如果你是起手装备的话就没差，因为它会自动再给。但是如果你有附魔，或者是你有买一些牛排啊、金苹果啊，有一些道具的话，它就会在墓碑那里。那你就要去找到你的墓碑，然后对你墓碑点右键，他才会拿回来。锻造是买石头后将武器。锻造那比较复杂，你先不用管，你可以先弄附魔。我等下蛇再问你。三十等那个附魔就要花一段时间了。好，可以先玩附魔。请问附魔台在哪？哎，好可爱。升级台的那附近。对。哦。你可以看一下。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找到的。那、是肯定的、附什么、附稿子哦？附稿子，稿子我们应该已经有了啦。你可以附装备跟那个钻剑，钻剑。有没有人有青金石啊？青金石在图书馆管理员这里买。图书馆管理员，先来学会啊！糟糕。啊，其他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把那个钱领出来，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去各种采买。啊、大买特买，好扯哦！这么多钱，会消费哦。啊哈！看一下哦，攻击型来看一下。对，其他的技能也可以来买一买。我看冻结、咆哮、炼狱，是不是？哦，炼狱好像我们抢了。推荐的话就是攻击那个爆炸。因为爆炸的话就是直接在你苦力怕、哦、对苦力怕它是直接在你的位置大爆炸但你不会受伤你不会受伤、哦、我不会受伤对啊我队友会受伤吗会所以要小心、啊像现在就是开启同队伤害了那我懂了互相伤害开启同队伤害两分钟对还有随机的一些事件现在就是有互相伤害时间但是我们应该都蛮 peace 的吧不会有互相伤害的问题吧应该是不用担心吧，不用担心啊，我们超有爱彼此的。剑的耐久三是不好啊，我是要把它刷掉。哦，就是麦块啦，就是你觉得耐久三是有伤害吗？你讲
天，你好厉害、啊！你这样会不会很酸？这样应该还好吧？那截肢颗星，我觉得你觉得对方是蜘蛛吗？那我要把它刷掉。你可以付你的装备啊，你把装备脱下来可以附装。哦，对，你只要附了一件东西，那他的所有的附魔会重置。那如果你身上装备都没有那么好的话，你也可以先付。请问掠夺呢？掠夺就锋利为主。打玩家的话，他对就是不会掉额外的东西，就锋利啊，武器都是锋利啦，或火焰。对。那装备的话，当然就是。